哎，回去找小平吧，我操。上课大概眼见，昨天的女孩没有搞定。在哪里啊？优子。卡西诺。卡西诺是哪里啊？博桥。博桥，金三角。金三角，不给。金三角，去金三角了啊？金三角，啊？不给。金三角吗？三六啊？你怎么有钱去的？你怎么不来万象？嗯，我们有钱。你有钱去金三角，你没钱来万象，万象比金三角过近。你不给我？我怎么不给你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呢？我什么时候不给你钱？你不给我？你来万象，你不来万象，我怎么给你？我来，你。你骗我？我怎么骗你啊？你来万象吗？我不去。你不爱我，我给你钱干嘛？你给钱我，我爱你。这是谁？我爱钱你，我不爱你。这是谁？会有。你在金三角吗？哦。你不来金三，你不来万象了吗？你在莫丁吗？你在莫丁吗？莫丁，你在莫丁吧？博桥，你在博桥还是莫丁？啊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困进来了，我不要你了。啊！不要不要！你来万象。你来万象，你来万象，招白万象，冤将。我不是。招白冤将，我快快快站照。你骗我！我骗你什么呀？哎，白面酱吧。是。啊？哈哈哈，爸爸。叫白面酱吧。你要去喝酒了。喝酒，金三角。
你是不是在金三角？交友要交友金三角。啊？交友金三角。啊？我操！交友金三角。我不知道。啊操！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找不败冤家了，要去找别的男人了。哎，要去找男人了。你说我也不给他钱，我也管不着他。我给他钱的时候，我也管不着他。沧桑了，沧桑，还帅个毛线哦！问你话呢，想念他吗？对面泰国，他去金三角了。龙井，实话实说，想念他吗？想念个毛线啊！他想我的钱，我想他的身子而已。这么小的人就骑摩托车了。看完要快回，要回那个，要回老挝了。看完也要回老挝了。一个人看不见哦。一个人也看不见，
就没想未成年啊。我现在对未成年的妹子啊，好有点恐惧哦。我现在对未成年的妹子有点恐惧哦。光头老公，来家了。那又找哪阿姨哦？那你就找老阿姨哦。一吸引吧哦，FNK 哦，我在这里守株待兔啊，天天守株待兔哦。人走茶凉，今天情况怎么样？中午搭讪两个，又累又困啊，天天不知道播什么，又累又困啊。缺妹子上，哪有？一群妹子守株待兔，
大哦，大大一大大呀。你就是想难为我不给钱呗。我瞅你们。您这还在跳舞，我操！今天没有内容啊。媳妇给你打电话了没？没有啦，她小平去金三角了。这还有媳妇这两个字儿，可以啊。哎，搭个讪哈。哎，不错，三百地，三百地不错。我操，这么多呢，害怕我。害怕我操！追我！想去追我！应该在这里花式过去哦，追人家，人家有点害怕。我骑着摩托车去追他，他完全害怕我。我扁桃体发炎了。你媳妇跟你去吗？去不了，金三角那地方要批文哦。要他妈那个通行证啊，那通行证和邀请函似的，要钱啊。那你叫他回来啊，他不回来，他都不回来呢。
苞蜜。苞蜜。我给他500万，他不要，给他1000万。他说，给他1000万，他又跟我干。1000万，4000万，再加上吃包吃包住，就好几万了，就1万多块钱了，1万多块钱。这可以啊，这可以，这来要钱呢、啊，这主动搭上我，你知道吧？还可以、哦，这主动搭上我的还可以吗？过来几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吗？戴着口罩，4、5个啊，这明显不能上啊。这五个小妹妹过来了。搭讪过来，大吼一声站住，站住！五个人，你说请瓶水我都请不起，五个人一瓶2块，五个人就10块啊！啊，不是4000一瓶，2块。4000是多少钱啊？4000是432，3.2，3.2乘以四，12块，12.4块啊！就满瓶矿泉水，他妈的就12.4块啊！不是乘以五，15块，16块，满瓶矿泉水都16块，就只当混时间呀、啊。你不混时间，我哪有那种啊？4000是一个月，对啊，4000是一个月啊。那一个月他还给你发脾气，你伺候不到位还给你发脾气。你比如说今天他要买点什么，你不给他买啊？你说你用他的钱买啊，那他就给你发脾气了。到时候发脾气了以后，我晚上连摸都不让你摸啊。所以500一个月，他到时候想买什么你给他买就是了。500万一个月，你到时候你想买什么，他想买什么你就给他买。哎，他高兴什么东西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直接给他1000，他要买什么东西你又舍不得。实在不行买瓶矿泉水直接送吧。我的皇马呢？1组66啊，4000月不便宜啊。你的皇马，你刚刚来，你怎么有皇马啊？1组66啊，我黄了直播间也要66，刷组66啊。你太难了、哦，我是有点难哦，我他妈的搭讪了这几天了，我靠，见人就要微信，见人就要 WhatsApp 的、哦，他们一般都看不上我，看不上我就那个啥，就不出来，然后。我操，丁丁在巴基斯坦，你知道你和丁丁的区别在哪的吗？就是没有后面的黄威哦。你再实名认证一下，更像一些，你知道吗？人家都不信你，为什么不信？你就没有实名认证。如果你实名认证一下，更信你，更像一些。欢迎花见花开哥哦，谢谢花见花开哥了。粉丝数不一样，粉丝数谁看呀、啊？
那主要是专业人士才看哦。那主播一看哦，哈，就相信了，是吧，肯拿？对哦，哈，我交给你了，你实名认证一下哦。谢谢花花哥。哎，谢谢白姐，丁丁来了吗？丁丁来了，来了，丁丁。假的，欢迎丁丁，那是假的哈。丁总从来就不上弯弯哦，这个人是真没钱了。下个月11月1号，丁丁会可能回归哦。来上，我们要看女菩萨，菩萨不是那么好搭的。晚下了女菩萨，哪有这么好搭呀？我喜欢看楠楠吃蛋炒饭哦，当然我吃蛋炒饭能，老外人吃蛋炒饭能吃出西餐的感觉哦。可乐要认错老公怎么办？老外人吃蛋炒饭用叉子和勺子两个手一起用。我们吃个蛋炒饭只要筷子就完了，老外人不是啊，用叉子勺子，还要配一杯可乐。配一杯饮料，对哦。风那么大。
还没有。还没有。今晚上没戏了。酒吧看看吧。酒吧看看，离这好远啊。我想去守个餐厅呢，然后明天嘛，明天我去守个酒吧。今天一个小白兔都没有，那个小白兔确实没有。你去夜市逛逛也比这站这里好。我去夜市逛了，那些妹子加了也没用，我靠，他们又不出来，不出来了就妈的就去宾馆，要不就去酒吧了。那夜市都认识我了，这转了转了。那我们看看美女也好啊，你们看看美女，我看见美女我就想搭讪，搭了讪以后他们又不待见我。那你搭讪，他搭讪了又不以后又不待见我。我叫他出来吃饭，他们不出来吃饭了。那怪谁啊？那也不能怪谁啊。那能怪谁啊？那能怪谁啊？哎，还不快去！快去了以后能有啥？今天不是请了俩妹子吃饭啊，吃饭是吃饭，她又不理我。我操，这个男的带了四个女的啊，他娘的，这两个女的都没买东西啊，牛逼了。今天不是请了俩妹子啊，那俩妹子娘的现在上班呢，9点下班啊。
九点下班他也不理我啊。去抢一个啊。我靠，这四轮车啊，我怨不得再带了四个妹子，但带开着四轮车来的。啊，开着四轮车来的人家。我说呢，他怎么带了四个妹子？啊？这俩妹子从哪里过来的？这俩妹子从哪里过来的？啊，操，没看见啊。好像没有看见。万象四个轮好多呀，是挺多的。扑上去，哎呀，刚看那四个轮了，我靠，过来俩妹子没看见，他气死了。这追上去，我靠，吓着人家了。就是我的错啊。就是我的错啊。快点上去啊，上毛线啊，人家跑了。跑了。早知道我上了。现在停车费交不起了啊。对啊，我连停车费都交不起了啊。直播那个寂寞放跑来着，这晚今天晚上机会放跑了。不是啊，主要工作是直播，但是大家都喜欢的。今天的缘分我放跑了。还拿今天直播的20万。有20万的，他们一般都买5-6万的那种二手车。那周周买了二手车，光坏啊，修车的费用都，直播的钱全部修车了，直播的钱全部修车了都。他来万象来修车的。雪佛兰多少钱啊？我该知道呀，我你买个塑料摩托车的人，你给我问雪佛兰多少钱啊？你咋不问宝马多少钱啊？你咋不问宝马多少钱啊？看在看见妹子果断扑上去了。我那天看见妹子扑上去了，她带我去对面的酒吧去坐。
我说起来吃饭，他让我去酒吧里去坐，那里边声音好大的，哐哐的，震死人，我得使大声音说啊，班长，我的嗓子昨天晚上打呼噜打了一晚上，好难受啊。佳期开的那车，我佳期开了好几辆车了，我见他应该开了三辆车了，第一辆卖了，第二辆换了，第三辆，这是第三辆车，就从去年的十二月份到现在他开了三辆车了，有钱人啊。在老挝的直播间，佳期就 number one 啊，人家直播别的平台也很牛逼，直播那个母手也很牛逼哦。我就在借他一个资源，我靠，我也直播的很牛逼哦。那他佳期手里的资源太多了，我手里一个资源都没有。一个月好几万，他就是说在拉邦那里第一个熟了，第二个这妹子都认为直播是个好事儿，都愿意直播，你像万象这样没有几个人愿意直播，一听直播都烦，影响那边的财路。宝马五系，人家有钱啊，大哥。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在老挝开个小面包都比他妈的，就是说，就开个。南总没有驾照，我主要是不会开车，驾照才300美金，买一个就行了，300美金才2000块钱，比国内考一个驾照还便宜，驾照是关键嘛，300美金就可以了，而且回国还可以考个科目二就可以换证了。他们有很多人来老挝买个那个 A1 的驾照，然后回国换那个 A1 的驾照，考个科目二就可以了，知道了吧？他们很多人这样办啊。问题是不是国际驾照，是老挝驾照。南总换车吗？换个毛线，我连车都不会开啊！我这次从拉邦到万象坐汽车来的，我靠！我在路上已经吐了一路，快了，哐哐的吐，我靠！骑摩托车还不吐，骑坐车搬那个土匪山，我靠，咣咣的，我一个弯一个弯的，这 S 型的，我靠 ，S 型的，大 S 型的，就大 S 型的。光光的，来了去吃饭吧。你的摩托车哪里来的？买的，大哥，也不是天上飞下来的，买的摩托车吗？
先租个房，宾馆住也贵啊。一般2000就够了，300美金，300美金这边。2000，我弟考个驾照都3000多，考个 C1 都3000多。国内考个 C1 都3000多。大哥，你把我干了，干了吗？胆子又越来越小了，下来这个东西还是要多多学习啊。你那个弟弟和陌生人差不多。我那弟弟买房了，我们这儿2000块钱就够了。没有，开四轮车的好多呀。警察来找我了，去吃饭吧。其他的老表都已经听话有。
山猫在说话，没有。去吃饭吧，南桑，吃毛线啊！哎，没有内容啊。吃饭下播，吃饭下播不可能啊！我要守的是12点，现在才9点，还有3小时，现在才10点，还有2小时呢。山猫腿受伤了，还捡着它上滑盘去了。滑盘又不好玩，先去吃个炒粉，这里没有炒粉啊。吃饭就是直播内容，上哪去吃饭呀？酸辣粉有，有酸辣粉。这里有酸辣粉。因为现在信息都不回了，直接就我估计都喝回圈了。这就是他的一个闺蜜吗？长得还可以，串串香，一看就在三江。粉也不贵啊，牛肉粉是不贵啊。这还不如去泰国呢，泰国那边主动找我搭讪。来给爷爷笑一个，你好啊，哈哈哈！我现在笑比哭还难看。小平已经去鸡蛋角了，小红现在她和她男朋友如胶似漆的，我看她也没有去社会上打工。小助理都跑了，我在外向10天了，一个女的直播的怎么没找到？去啊，泰国旅游城市哦。刷了就笑一个，没有，花见花开的没有。我现在来了外向，我开了2次婚了，开了2次婚了。我感觉。你的摩托车呢？
着呢。没有啊，这摩托车在这里啊，两个，我跟你说睡两个我一点感觉感觉不好。第一个那东西不合适，太大了。第二个就是我给了80万，我睡了一次，然后半夜就逃跑了那个。包都没要，你不是坐车来的？我是坐车来的。什么太大了？你擦，上面太大了，我还好一点。80万多少钱？你没80万，人家不找你啊。80万加12万的开房费哦。80万400，没有，92万乘以四嘛，九乘以四，然后是360多块钱，368嘛。不是太大，是你太小。哎，大哥，太大太小有什么区别啊？就一群妹子。这他妈的就一群一群的过来玩。太大和太小有什么区别？去聊一下啊！哇，那这七仙女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哦，正好七个人啊！妈，刚才5个人我都没上，这7个人啊！你以为我直播间有大哥呀？80万，天宇哥就。做了一次运动，妈睡到半夜，他说要吃药，我说把包留下，他说可以，啊把包留下，然后我以为他会回来呢，他原来他明他第二天早上都没回来啊。哎，一看包里就一卷卫生纸哦。他说就一点卫生纸哦。气得不要死哦。
媳妇跑了还在这边直播、哦、三个妹子、哦、又瘦又矮、哦、又小。单线毛线啊，男生卡没开哦，开了。有没有20万的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好看啊。今天晚上又没戏了，是啊，明天吧，找到没有？找是找到了，没找到直播了。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
的少。哎，看看挺好的。今天要不上夜市看看，上夜市吗？这货在店内的，老太婆都见不到。老太婆都遇不见一个啊。太婆都遇见不一样了，妈的！找个板凳看看这里有多少钱，他娘的，太不给面子了，太不给面子了。小皮也跑了，不给你。
咱平时也得跑了，不理你了。我准备玩探探了，我操，睡够了。不行就拿钱上了啊，拿钱上我有钱啊。拿个子不行，拿个碗试试哦。七个。没个碗，没个棍子，吃不行啊。我们又当保安了，我愿意哦，我喜欢。
满剑花开歌。那一般就是 PK 吧。哦，欢迎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是在户外直播吗？对呀。你这是哪里呀？我现在在户外啊，在工作间。哦，你们这晚还没有睡觉，还在外面，还有这么多人。对呀。夜生活刚刚，夜生活刚刚开始吧。是啊，能给我点个关注吗？帮我完成个任务呗。不能。为什么呢？我不关注人呢。你关注这取消就行，我就差一个任务了。你可以点一下这取消一下就完事了。那我直播间里有好多人啊。你自己喊啊！我靠，你看你连脸都不露，我靠，他们怎么关注你？对不对？那好吧，那不用了。嗯，我这完成了，谢谢关注。谁关注你啊？谁关注的你？那我就不能告诉你了，我已经认。啥子事呢？你看，忘恩负义的东西哦。忘恩负义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户外播什么呀？我户外播人头啊。好吧，我是来自广东的主播。哦，晓得是你。我是圣彼得堡的。你是哪里的？圣彼得堡的。圣彼得堡，国外啊？对啊。在国外啊，那你玩这个是不是要翻墙啊？啊？什么叫翻墙啊 ？VPN 嘛。对啊，就因为你在国外嘛，那软件的话不可能。那东西是犯法的，大哥不能说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这个违法的，不能说的。我第一次连到话，我第一次连到这么漂亮的小姐姐。啊，你这话说的。怎么了？这话说的开心。说的真开心。要娶你要多少钱？我们那边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要钱吗？不知道，可能还倒贴吧。真的假的？欢迎小佳。你们女人好骗人啊！欢迎。你们女人太会骗人了，知道吗？不是男的吗？怎么会就我们女人呢？怎么就说我们女人会骗人？你们女的就会骗人，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，你们女的，你们女的骗人，骗人太厉害。意思是你被骗过了是吗？啊？意思是你被骗过了是吗？我被骗的太多了。骗的啥？骗钱啊。他这个怎么？笑死我了。
就笑死你！我说的是事实，你干嘛要笑？不至于吧？啊？不至于吧？他们就会骗我的钱，我还有啥呀？我既然就剩钱了，我只剩下钱可以骗了是吗？对啊。表情哥，欢迎表情哥。如果能够长得帅一点也好一点，就还剩钱啊。你也不丑啊，其实你长得不丑。哎呀，你这样说不好。你稍微收拾一下还是可以的，也不丑。你长得算是男的里面是还可以的了。不假的。真的，只是你在那边，你可能没怎么收拾自己。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没毛病，我靠。嗯，你是哪里人啊？不要一怎么一竿打死所有人好不好？也有好的好吧？上海的。上海的。哦，你是上海的。对啊，阿拉是上海人。哦，你是上海人。对啊。上海好。上海好呀。上海好啊。嗯，上海挺好的。嗯。哇哦。你有点卡哦，可能在户外吧，有点卡了。但幸福。我一个卡供着三个手机，玩翻啊。哦，那你还是挺忙的。非常忙。你们家有人吗？我在喊。应该是没有人。我们家有人吗？上票吧，欢迎现在的哥哥。上票吧，我们家有人是人。他们为什么要给你上票呢？我操，这小妹妹，我操，不开了。感谢蛋塔哥送的十个棒棒糖，哎呀，要点礼物，我靠，这今天也不白不过。我在努力，我靠，我真的在努力，但是我现在努力的没有方向，我现在迷茫。我今天像今天去组织舞团。欢迎不爱哥，欢迎小伟安静的听歌哦。欢迎蛋塔哥，欢迎，感谢。哎，这里怎么关灯了？好，关灯了，黑不拉几的。你找个亮的地方呗，它关了吗？
滞留量，滞留量黑不拉几的。欢迎花见花开哥啊！哎，我真服了，每天都没有内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在外面吗？你在哪个城市呀？你在上海的哥。哦，那你平时就不户外的吗？我去瞎溜达、哦。嗯，挺好的，出去逛逛。哎呀，我亲爱的大哥，破费了。我正在努力，我靠，这种局面不会超过三四天啊。我操！我正在努力啊，找个节目好难呀、啊。